了某个年纪都会在意脸上的暗沉跟细纹，让我的脸可以更加保湿和抗皱哦。黑眼圈、皮肤暗沉、下垂、暗沉跟细纹都明显的改善了，快来一起使用美咖的黄金面膜。当了妈妈之后，脸上的胶原蛋白都消失了，因为睡不饱也会有黑眼圈、皮肤暗沉、下垂、皮肤松弛等问题。好险有它，美咖的黄金面膜，你们看，里面有99.9%的黄金，哇，好服帖哦。金光闪闪的耶，而且眼周也可以敷哦，因为里面有不老之药的琥珀萃取，增加我皮肤的保护力，以及尊称紧致天后鱼子萃取，能紧致我的肌肤。好，我们静待15分钟，15分钟到了，我们来把它卸掉吧。卸完了，你们看皮肤是不是变超好的？因为睡不饱也会有黑眼圈、皮肤暗沉、下垂，整个脸气色变超好，而且整个都拉提咯。暗沉跟细纹都明显的改善了，快来一起使用美咖的黄金面膜。